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一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1:07，欢迎收听今天的飞碟有一点多人啊，我是欧马克。今天呢，一开始来到电台的时候，发现哇，有好多今天飞碟好多人啊，包括本来就会遇到的可能上一个小时上一个节目的，譬如说罗西塔姐姐啊，乃金姐啊，然后等一下节目的桃子姐啊，然后还遇到了什么同文主播。遇到了杨月娥阿娥姐，今天遇到了好多好多人啊。然后呢，桃子姐还有特别跟我说，马克，你说那个真是对的，本来想说那个节目时段调动应该没什么影响，电梯真是有够难等。所以我猜我们的广播女神现在应该也是在等电梯吧。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不爱，我也没记起。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你我不曾感受过，相撞在街口，相撞在街口。撞到人要说
口，强装在借口。今天广播女神的开局是如何的呢？啊，吃太少，我现在有点饿。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吃很少？因为我今天早上没有吃淀粉。哦，嗯、那为什么？为什么您今天早上爱吃淀粉，您不吃淀粉啊？为什么？妈妈没有买。妈宝哎！我昨天的果冻呢？哦、oh, ，我的果冻，我要马上来一条。哦、oh, ，对，因为吃那个果冻马上就有饱足感，昨天很饱，昨天真的很饱。是什么神奇的房间吗？我一说肚子饿，有中二君拿着薯条进来了。这就告诉我们要向宇宙许愿，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意念给发射出去。我、今天晚上的情人节直播会有1000人观看吗？应该会吧。向宇宙许愿。今天晚上呢，玛丽会在玛丽的 Facebook 上面直播，然后直播呢，就是情人节必败清单啊。嗯，或是自我提升哦。因为很多人可能要在那一天，我觉得是台湾人还是很喜欢在节日决胜负，我觉得啦。哦哦，就是觉得哪一国人不喜欢在节日决胜负？是美国人有在重视情人节决胜负吗？美国人每一天都在胜负哎，美国人竞争心态很强，就是觉得每天都要胜负。嗯，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个节日会给彼此一些勇气，或是好像会把自己推到悬崖边，就是今天过了，好像真的没了就没了，所以那一天可能会想要告白，或想要干嘛，希望自己的状态很好。情人节告白真的是再想想了。情人节告白，你真的是问身边样本数100以上，我觉得你会成功，你再去吧。而且要问异性哦，应该说什么？问你喜欢的那个性别的同性，嗯，好麻烦哦。这句话真的好难讲。但是我只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新春的第一场直播，这个链接我上去了，你们势必要跟上来，因为今天送的那个大礼包不是一些小样的送你，哦、它是整组整组的送你。晚上9点，请锁定 Facebook。玛丽的象牙塔，我们就看她许的愿望破1000人直播在线观看能不能破。上链接。这场直播厂商有给我们一个指示，希望要非常非常的烧。嗯，我们就要用这么烧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直播。不要太夸张吗？他们说不要太夸张了。就是他们说不要太夸张，但是希望热情一点。这个指令就是很，他可能怕我们太失控啊， 怕你啦。我那、有点抓狂吗？可能是有点怕这样。哦，但你可以尽量抓狂啊，反正我是冷静的那一个。哦、他应该也不是想要这样吧？就是一个抓狂，然后一个冷静，然后就哎、我们合起来就是平衡的哦。他可能也不是想这样吧？啊？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欸，不是这样，我有点搞错方向了吗？那我就尽量叫哦。好。拢好我无法分西东，我用我的人格来破冰。阿斌，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阿斌的动态，因为他现在人在韩国，他就说元宵节他看到一个什么传统的活动，就是路边就是有很大的火，很像那种日本的祭典，然后会烧那种好像整一个路边都是小山什么，那哇，然后就忍不住回答说你是说真的吗？还是只是路边的单纯失火？然后他就说这是真的啦。
咖啡吧，拜。不管你怎在，给你全部的爱，爱你爱咖啡吧，拜。有点想做阿斌的危机解密，我吓一跳，怎么了？怎么了？刚刚听大家听没有吓一跳吗？有点想做阿斌的哦，做阿斌啊，做阿斌，好好好，约啊！我不是，可是他现在好像在休养，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就是因为休养的时候才好，因为上个礼拜访问张璇的时候，安普的时候，安普就说，他很希望。就是不是在宣传期的时候可以来哦，对，因为宣传期好像就有一个任务，然后要讲我的宣传或什么东西，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你好好聊天的话，是可以不用宣传任何东西，可以问一下啊，嗯，对不对？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女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拒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感慨在心肝，用一生刻出我的名，好人有好命。这一生是非爱认命，拢是天注定。我去看世间变化，多你自在心肝。我去看所有牵挂，烦恼牵连着我。我去看世界繁华，人生像梦一场。我去看一切无算啥，自由自在才会快活。自由天地看，不免讲输赢。这一生我最多爱行，感慨在心肝。用一生刻出我的名，好人有好命。这一生是非爱认命，拢是天注定。我去看世间变化，多你自在心肝。我去看所有牵挂，烦恼牵连着我。我去看世界繁华，人生像梦一场。我去看一切无算啥，自由自在才会。变化，多你自在心肝。
今晚你听的这部戏是什么嘞？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邵大伦在8年前的那一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叫做《这一生》。然后刚刚在这一首歌的当中，我们其实跟短恋在聊天，然后聊说他为什么会要再出一张嘴，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张专辑，然后讲说背后的原因，以及呢，就是要做一张专辑，他投入了多少的心力，然后也包括了物资成本在其中。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我们来欢迎一个想不开的人，邵大伦。哎呀，马克好，玛丽好。哇，真正吼，这里、個。我头多你还跟这条歌给惊着你，对对对，因为我放错专辑，就是想说时空错乱，没有，有很多歌啦，但事实上呢，这一次的这个歌曲跟之前真的有很大的切分，非常非常多，对对对对，那这一次真的是独立制作。那你刚刚在听的那个这一行那一首歌，还是在华特唱片时期，那还是走这个传统唱片公司的路线，那这一次是完全自己主意，想要哪唱就哪唱完的呀。对，然后最近大家应该可以在广告上面听到。这一首歌曲，然后你对这首歌的唱腔也是下了一番功夫，我觉得好像故意要就是故意要唱成啾啾这样子，没有，就回到我自己的个性本身，就其实反而是唱传统台语歌的那一块是为了要工作而去唱的，但是如果我自己的个性的话，本身就是很中二的一个，所以这样的唱腔小时候就会啦。所以你小时候也是会看，然后模仿那个感觉，即使听不懂的音，你就硬练会跟着唱这样子。对，其实我就是个动漫迷，还是特色迷。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制作人陈建伟，他看到我跟他开会，就是那个制作会议的时候，就开我看我背一个侧背包，然后那个侧背包是《假面骑士》纪念版，然后他说。哎、欸，你40几岁还给我背假面骑士？我说，哎、欸，我超喜欢假面骑士的、欸，而且我会为了假面骑士跟那个超能力霸王的特展，就是我都会带小孩去看啊。所以我们家里的这种特色的玩具是一房间的，对，那都是收藏这样子。那所以他说，哇、哦，那不然我们来做这种日本动漫风，好啊，因为日语跟台语它中间有很多空耳的地方，对，看起来就很像，对，那就写了一首这样子，叫做《很新》。就是变身，然后我们那些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在讲 Hansing， 然后就在想说，那台语的变身到底要怎么讲？是不是其实就是 Hansing 啊？其实哦，因为 Hansing 这个东西它是专有名词，它是日本人特色，就是假面骑士，而且只有假面骑士可以用哦，真的，超人力霸王没有变身，你有看他眼神吗？宇宙形式没有变身 ，Power Rangers 没有变身，唯一可以说 Hansing 的只有假面骑士叫卡宾奈塔，那美少女战士呢？他们也没有变身，他们不是也变身？那变身这个词就变成是假面骑士他们当初第一代的时候就发明出来的词儿哦，叫変身哦，等于是。日文它其实不是 Hansing， 是假面骑士他故意用了汉字，然后用汉字的音去讲 Hansing。对，他就变身啊，就是也是变把身体变了一个样子嘛。对呀、啊，但他本来在这之前应该没有所谓的 Hansing 这个名字，就很像他的招式名這樣子。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变身。硬要讲台语的话，变身变心变心，但是变心呢，变了心的男朋友，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心态心不要闭口。心脏的心是心要闭口，所以变心的人那个是闭口音。对，那如果是变心，但是变心大家就会听不懂，听撇音，对啊，对，所以我都还是讲很心，就直接讲很心。哦，我的台语老师应该要找大伦啊，不能找那个玛丽。什么意思？因为他每一次就想说每天跟我聊10分钟的台语，他觉得他台语会进步很多。怎么会？然后常怎么会？然后他不是就这样吗？他常常问我说：“啊，那个音不是很像吗？”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我只能说：“啊，我就是这样讲，可是我不会分啊。”没有啦，其实南腔北调现在都没有关系啦，只要会讲，然后听得懂就好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台语的这个唯一的基本要求就大概这样子，基本要求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天啊，我的后啊，你不要去很苛责说啊，那光为调调啊，显然因为我也是被要求过来哦，真的。对啊，我28岁进台语电台嘛。然后我之前是迪士尼的大哥哥，对对，我刚刚正想要讲这个，因为我认识邵大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闽南语节目的主持人，台语节目主持人，然后广播人，所以这是我对你的初始印象。我后来看到了那个资料，我才发现说，哈，2003年迪士尼儿童节目主持人身份出道。我说的第一次踏到贵宝地啊，就是大家飞碟电台，那个时候呢，就是。
因为我们是隶属风华唱片，然后是小燕姐带着我们，就是 有叫我们到办公室里面，然后帮我们排通告这样子，很照顾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到飞碟，就是在 The Wiggles 的时候，就是2003年。对，然后所以我就看到哇，这个挑高都没变，但楼梯不见，楼梯不见，少了一层楼。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觉得还蛮怀念的啦。The Wiggles 那时候后来有出片，你是 Wiggles 其中之一吗？对啊，是 Wiggles。你是 Wiggles 其中之一？对啊，你不是 Google 都可以找得到吗？四个人其中一个啊，是怎样胖太多了看不出来？你不要这么压抑好不好？我前两天因为这阵子都在跑电台的通告嘛，然后去央广，然后呢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他要走出来，走出来一个妹妹说：“我可以跟你拍照吗？”他其实已经是工作人员了，就已经25、26岁了。我说啊，好啊，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啊，因为我小时候看你的 Wiggles。哇！到今年我想想，已经20年，因为2003到今年正好满了。对啊，四个人找一找合体吧，20年小虎队重新吧。你说现在正流行合体这样？对，一个在上海，然后一个在巴拉圭。对，他是巴拉圭华侨，对，他应该现在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在葡萄牙，忘记，反正他就是跑来跑去。然后一个就是跟带我进广播圈的，的姐姐。哦，对，他现在在家这样。好，所以你看，从迪士尼哥哥那种应该是非常非常洋派的感觉，很阳光的感觉，有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后来进到了台语电台，然后台语电台，你刚刚说我被刁跟要求要求啊，对啊，因为就是上课啊，幸好我们家还不错，就是真的有给你一个，他有老师随时就坐在那边，那台语教授陈宪国老师，他是在台湾界是非常有名的，对，然后年纪也很大了，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一字一字的教我。那你本来是会讲台语的吗？会讲，但就是在普通人的台语，也年轻人偏烂一点，普通偏烂的。对，就是没有很轮转啦，因为台北小孩，就很多人都一看我，以为我是高雄的，你说啊，你高雄哪？真的耶！我不相信你是从普通偏烂变成这样的，你是不是又燃起希望了？我燃起希望啊！我人生就是还有救嘛！28岁才开始真的一次，就是把，因为我没有办法，刚开始接主持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完整的讲完一句，所以都会用自然语，就是台语讲讲，然后突然变华语，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会比较顺一点，就很卡，对。那现在已经是完全可以全台语的一叽里咕噜一个小时，对，但就是每天练，每天练，每天练这样。但你每天练就是练蛮长的时间吧？哦，蛮长。对，我常常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开始去接晚上的节目，那刚开始接晚上的节目，我是可以说是自己听完觉得不满意，我就洗掉，然后再重录这样子，对。对，我们以前是用那个 RCS 嘛，然后开卡开很多卡，然后就录完了，然后一个小时听完了，觉得不好就再洗掉，还不是剪中间，你就整个重录，就真的重录，我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讲话讲到一半会停住？哈，对，因为你头脑到了，可是你词汇不到。但这个重录以后，你每一档节目是有稿子的吗？没有啊，就是有大纲 ，OK， 但是就是真的是练，所以就是你要跟人家聊天，就常讲我今麦要跟恁开讲的时阵，我要想到倒位，我就要讲到倒位，然后迄个词，我必须要用台语完全甲讲出来，就变作是定会卡掉的呢，所以迄个时阵就感觉足生气的，完全拢转台语 OK 啦吼，很强哎，就是我真的没有想过你是原本是中间偏烂的，对，真的很像是有台语底的人，就是只是把那个音再雕准一点而已，就是变成台语现在变成我第一母语，就是我叫台语已经是变阿比华语，所以我现在完全用华语来主持反而会卡卡，就变成这样，但是花了大概快十五年的时间，哇。不过有环境啦，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因为我打刚都是在主持啊，在上班呐、我的节目都礼拜一到礼拜天，就是一个你没法得，我得我打刚外供啊那样，他自然就会这样。那是你的慷慨。好，所以后来呢，这个说努力了，很认真的练台语，然后开始就主持广播节目。在这中间呢，就出了好几张的专辑，然后刚刚
短链也有跟我们说说、之前那个上前面几张专辑都是那种唱片公司发行，对，然后比较传统的那种台语、嗯、也有受到肯定，就是有入围那种金曲奖啊，有，对不对？对。然后这一张为什么突然会想要做说，哎、欸，那我也不要做唱片公司的，然后我要做我自己的，然后我要、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想法？开始想要告诉大家，就是隔了八年然后做这张专辑。我觉得疫情期间给我很大的影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关在家里，然后好像外景也不能出了嘛，然后节目也都有很多都停滞嘛，那加上那时候我妈妈身体微恙啊，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很多，在家里会开始想很多问题，就是说哎、欸，其实好像突然有一点觉得无常很容易出现，然后也这几年可能年纪也到了，会送走一些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然后就说哎、欸，其实棺材里面装的也不是老人，有时候就很年轻人也有这样，就开始会想一些这种很多要把握当下。好，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都有这样子的一念心，然后开始去做了自己想要去实践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我想说，我出了那么多的专辑，可是我好像没有一首歌可以献给我的妈妈，我的家人，就觉得。好像这是我歌手一个比较遗憾的梦，身为歌手的身份一个比较遗憾的梦想，所以那我太太就鼓励我说，那你就去做吧， Go for it， 对，就是 let's do it 这样很好，那我们就直接把本来要存了一笔钱，可能是买房基金什么的，我们就不买了，我们就拿来做唱片。这就是他的家，这张专辑，不得了。对啊，但我们也希望说这张专辑不是只有我的家，他能够同时间能够唱出很多，其实家很重要，家园真的是我们最重要的基底了，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的歌曲里面也去体认到说，我们要去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对，平安最重要了，我觉得，刚好我们现在听到也是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对，对，在讲感谢感恩。比不真正土地
今天呢，邵大伦他带来他的暌违八年的第一张，也是自己算是非常非常努力，然后认真，然后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的这一张，可以说人生代表作了啦，出一张嘴这样子。对对对。刚刚其实我们在跟大伦聊天的时候，就在讲出一张嘴，然后他怎么样被看到，然后这一路上面的工作的转换这样子，然后我才发现说，哎。这个真的是很厉害耶！刚刚有说到，去参加了很多的歌唱比赛，然后在电视歌唱比赛被看到了，被看到了以后呢，就变成会被唱片公司签下以后，唱片公司又推你去上通告，然后等等之类的。然后玛丽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你在做通告的时候，因为大伦的个性其实不像我们在荧光幕前或是广播上面，或是在金钟奖看到的那种表现，就是很热力时色，然后很热力四射，对对对对，这样子。然后要给你很多很强的正能量，但是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很超内敛，蛮平静的，对，是一个很平静的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上身是在双子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种双重人格。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在舞台上我必须要把自己逼到死，就是我必须把我有所有的力气就是要冲上出来，但是。所以我每次只要一下台，我都会很累。我觉得你好会切换哦，不是切换啦，就是觉得那个是对那就燃烧自己啊，一种尊重这样子。其实没有一定要走舞台，但是上了舞台，我觉得就要很尊重、尊敬这个舞台。我是属于这样子。OK OK OK， 对，所以没有很爱上，我每次都很累。然后就有讲到，因为其实上电视，尤其电视通告，他们他们很希望你可以 surprise 他们，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惊喜，就是然后给那个反应什么都要做很快。对啊，他们对不像我们要求做广播，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的在那边讲，慢慢问，然后慢慢挖深一点。他不行，他就要你一两句要给我效果。真的哎。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那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吗？跟自己的个性也是不行。对，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次的自我矛盾跟冲突，也曾经有想说就想要啊。开始讲气话，就说啊，不要做了。但是后来又想一想，就是说，那不做能干嘛呢？是不是？那说真的，人家愿意给你机会也是赏脸嘛。那我们就不要，还是要给他接下来这样子。那尤其呢，有后来因为我们台语综艺哦，其实会跟很多资深的一些前辈在一起，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戏剧的节奏、跟反应、跟节拍。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们去做，尤其做野台外场的时候，譬如说你跟郑敬一在一起，他就在旁边给你压力，对，他说：“我跟你讲，我大点，看到你主持哈。”我跟你讲，三句哪不好笑，你就来哦。三句不好笑就下来啊！我跟你讲，我赶时间哦，我看到没去领酒哦。我几点的时候我要离开哦？你不要给我拖到台前啊！然后上去讲话真的不好笑。在旁边，不笑啦，不笑啦，完啦，完啦，笑死人啊！在旁边怎么办？现在讲起来是好笑，但是在现场下是压力很大，笑不出来的。对，然后说你拖着我时间啦，完啦，那怎么办？后来他自己真的上去，因为时间就有 delay 到，对，那这个 delay 的问题，他还真厉害，一歌他就可以马上把时间又抽回来，抓回来吗？对，就是每一首歌他唱到一半的时候，比如说 NG 被嘟掉关诺亚有没有？好的，难登天啊呵啊，他就直接唱到一半就啊呵啊，你知道那种啊呵啊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综艺梗，对、啊，但是用在郑敬一身上就可以，啊，他只要啊呵啊，哦，连这首歌马上缩短一半的时间，他就三首歌都啊呵啊就。就把时间抢回来，然后台下又觉得那个很好笑，对，哇！但是别人就不行，别人就说真的，你怎么不敬业这样子哦？但他做可以，人设不同。对啊，如果是短类，现在唱校园又不能唱一半，说啊呵啊，对对对的，啊呵啊，你要变来啊，啊呵啊，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些现场的一些表演经验对我来讲很有趣，嗯，那也从中就慢慢的找到一些热情吧，这样。那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专辑里面就是把很多综艺的元素啦，或者是我喜欢的笑料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开心的东西，全部都把它集合在一起，这样子。包括现在这首歌啊，你敢怎样？下面叫做啦啦啦，这首歌是献给我太太的，因为我太太叫拉拉嘛。哦，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一首歌的歌名呢？因为你们应该都是周星驰迷嘛。悟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当当当？所以歌名啊，你刚才你知道什么叫做啦啦啦啦啦？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向去当一个出发点，对，然后去写一首很诚恳的情歌，然后后面的编曲就是用我跟建伟我们讨论说，他说你喜欢什么音乐风格？我说我最喜欢80的西洋老歌。就是 Sadomi Haken 啊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啦，哈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这种，然后他说，哦，好啊，那不然我们来做一首这种风格的歌，这样子，就好开心，萨克斯风出来了。之前呢，在看达伦的 Facebook 的时候呢，就说到啊，他请到了《落日飞车》的浩廷，对，喇叭手啊，喇叭手，刚刚听到这个，不是萨克斯风，是小喇叭，是 trumpet。然后我就觉得哇，太赞了，就可以找到这一些人，然后也是也是我自己有在听他们音乐，然后觉得他们的音乐超级超级赞，这样子。对对，那想要问一下，这一次你说你找了7个制作人，然后做各种不一样曲风的音乐跟歌曲，然后所有的乐器又很要求尽量都用真实乐器去录，这样子。有没有哪几个人哪几首歌，哪几个人是你一开始找的？一刚开始找，其实刚开始都是 demo。对，那。demo 那时候你自己先已经做好了吗？我自己先录好了，对对对。其实这一张专辑，坦白讲，它大概如果从歌曲写好到现在，真的快要10年的时间啦。对啦，就是零零总总的很多歌都是存到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行。但后来就觉得，时间到了，那就是现在了，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也过关了这样子。那其实每一个制作人，他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当下的想法，他并没有跟我讲他要怎么做，我都是非常的放心给每一位制作人去做制作。对，那你怎么选？就你怎么样连看？没有，其实这一次真的是有 list 有名单，就是我想说我要做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那我当然就是要我心中有一个梦幻，有一个梦幻，有一个梦幻一队在讲，我要找 Jordan， 我要找 Pippen 这样子。那当然，我就刚开始，武雄老师是一直跟我就保持密切的关系嘛。那老师就说你要不要找建伟？那我跟建伟也很好。那从他第一张专辑之前，我们就已经是好朋友这样。那我就找建�伟来，帮我操刀了3首歌。然后董事长乐团的几董，然后我刚刚讲到百合花的艺硕嘛，然后还有这个光影琴的周月成，他是我师大流行音乐产业研究所的同学，也是学长。那再来就是李寿全老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寿全老师，因为我们家是慈济人，我爸爸妈妈都是慈济人，所以他们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们家都是慈济的师兄师伯来来去去这样子，还有师姐。那所以呢，我们家里的电视永远都是定频在那个大爱频道，那就会放很多慈济歌曲。那其实大部分都是李寿全老师写的，所以他所写的歌
对我们慈济人来讲，它是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嗯，除此之外呢，再就是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亲情的歌曲就是张三的歌，嗯，也是李寿全老师的作品，嗯，一样的月光也是他制作的，嗯，所以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像神一样的那种制作人的地位，嗯，那正好因为他跟武雄老师是熟识，嗯，他们也一起合作了很多的慈济歌曲，所以武雄老师就想说，哎，你是我认识的艺人里面唯一的慈济人，我啦，因为我自己2008年是当也是受赠当慈济志工，所以他就说，那我跟寿全老师这么熟，我想说要不要你们一起合作一个慈济类似的这样子的歌曲，亲情的歌曲，我觉得会很有趣。嗯，对，那我就请武雄老师说，那你可以帮我去询问一下寿全老师，可以来帮我操刀两首，一首是我儿子的歌，一首是妈妈的歌，这样子的亲情歌曲。嗯，所以这个不是一开始的名单，因为他像神一样，已经甚至一开始我不敢问啊，刚开始真的不太敢问。就是你组梦幻队的时候，你不会去找 Jabbar。因为他已经超出梦幻，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那个不会去找张伯伦，因为他是超出那个神兽，对对对，神兽年代。但我会觉得，既然武雄老师开口了，我就想说，那真的就麻烦老师帮我问问看，这样我也是诚惶诚恐，而且又怕说自己的创作真的不好，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改？啊，没想到寿全老师就听完以后就说好，嗯，可以，我们来帮他制作，好棒哦。对，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在今天邵道伦来到了飞碟有一点，然后带来他的新专辑《出几滴吹》，其实这不好发啦，因为这个叫入声词，出几滴吹就是不好发，出几滴吹。对，然后里面呢，我们听到了有要献给妈妈的歌，要献给拉拉的歌，就是老婆的歌，要给儿子的歌，对，像现在听的，我现在吹，对对对，也有要给女儿的歌，嗯，对不对？叫两个月亮，我名定其实两个月娘，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哦，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很弯，对对对，她是月亮眼睛这样子。然后每次呢，只要我要生气的时候，她就跑到旁边来，就是笑这样子。然后因为她现在才幼稚园而已，就很可爱，所以常就会融化我的心这样子。那我就写了一首歌给我的女儿，叫做《能给鬼牛》这样子。所以这张专辑其实集合了邵道伦他整个人生当中对他重要的人都在里面了，然后重要的音乐人、制作人、老师也都在里面了。在下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做的是青春之歌，所以我们也想要请问一下邵道伦的青春之歌，如果今天要你选一首的话，你会有你要选哪一首？青春就我的青春吗？你的青春之歌，然后这一首歌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哦，欸，如果说是我的青春的歌曲，还真的很多哎，欸，熊熊熊会出来，对，哦，有就这啦，哎，啊，这里那金家被禁，你们是英文，你可以放日文，也可以放 ，of course， 真的哦，龙尾党。就好玩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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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就可以选吗？对啊，真的哦。对，欸，我的青春之歌，对我来讲，我应该是在96年的时候开始组团，然后学吉他，然后我还有参加 NTV 的新生卡位战哦，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组团，然后唱了很多那个比较 metal 跟 rock 的歌曲这样子，对，有一首歌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重要的，下面The Doors 啊，这个门户合唱团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 对，那是我第一次唱英文歌，然后去参加新生考一站 ，OK， 对，然后在在这附近有一间 Alive， 这附近有一间 Alive 的那个 pub， 对，然后那时候才17岁吧，然后第一次因为比赛可以未成年进去，哇，对，踏进去的时候那个一切不是都很新鲜吗？超新鲜的啊，对啊，然后那时候 NTV 就对我们这一团很有兴趣，对，然后本来要签我们，嗯，今天要谢谢大伦，哎呀。